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过这个，来打倒堕落宫吧。其实我拥有五种特别的力量哦，但是那五种特别的力量似乎都被堕落宫给夺走了。好啊，而且堕落宫的力量也变得更强了，现在光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他的，所以我现在需要魔改的力量。他就在前方不远处了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打倒堕落宫吧。都你在说啊，出发。这应该会打得很累啊。只要能把被夺走的五种力量拿回来的话，那跑吧。我想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就是我目前这三次的影片，就是放的位置都不一样，也我都还在测试看怎么放效果，画面效果比较好。感觉很棒，就这样破门而入吧。哎，风车之门，你干！继续，还要啊！很好，是不是？打 boss 前体力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来，我不用休息一下吗？好嘞！哎，这个门好讨厌的，前面有一个，那是怎样？又有，再一下下，这根本在整人啊！这个，很好，算了，气势出发吧，很厉害呢，升级了，等级七，哦，多了一个动作，抬抬大腿，好，马上装备啊。替换的技能，赶快把暴吸士给换下去。我最讨厌做这个，把它换掉。太好了，我的选单没有暴吸士了。再举哑铃，虽然这造型有点像 Tenga。我都已经失去了能力，竟然还能够来到这里啊！我还有伙伴在呀，能力被夺走才不算什么。所以还是在靠我呢，亏我还打算将你的能力凤凰给你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但是假的。笑到流口水他。天哪！螃蟹，那螃蟹不是上一次一击我就打很久的那个？是怎样？是怎样？被那双手打到想必会很痛吧？被那双手打到想必很痛吧？或许应该先把那个敌人解决掉。红色跟蓝色的哑铃螃蟹，是他要我先选甩手的。我来看看刚才拿到的那个，抬抬大腿。待机回合一，攻击力50。因为可是他打全体的人，这边好像没有血。甩手攻击力20而已，可是他可以打全体。我们先来甩手，甩手，因为对方有三个人嘛。要好好的扭转吧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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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
简单方便。左，腰组腰部曲线为目标吧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一半。左，右，左，还有二十次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上次有左右方向了。左，右，左，还有十次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五次。左，右，左，完美。有要扣掉他三分之一的血，天哪！来吧，选择技能吧。向下推压，他推压只能打一个嘛？哎，不对，他推压是打，你是打三只的。好，那我们向下推压一次，就先进行全体攻击再说吧。好，动吧！想象中腋下夹着东西。很棒啊，好哎，很好啊 ，OK， 好厉害！我觉得次数有变多是我，好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很棒，总要做到三十次吗 ？OK。啊，刚才在外面打那个风车的门，好，很好。然后再来挤这个，很好，稍微有点吃力一点。哇，现在才打这样一点血。OK， 好。还有十次 ，OK， 棒，加油，很棒的，这有点绝望。还有五次 ，OK，OK， 这招用完我就没有全体攻击可以用了。最后一次，真是完美，五级防御，好好的持续推压吧。不过还有一拳吧，要好好补充十分钟。没有，太好了。吃了顿，我们来试试看看这个抬抬大腿。我希望它是全体攻击，不是耶，它还要我选择我要攻击哪一边。先把蓝色打掉，集中攻击一点。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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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好好伸展背肌吧。还有三十次。右，左，还好他没有加快速度。右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哎，太好了，做到一半就把那个哑铃打掉了。已经累了吗？加油！攻击力三十，我要攻击力高一点。天啊，他大腿攻击也有到五十了，好强啊！哎，剩下都攻击力三十，我们现在做的椅子姿势比较简单的。哇！现在调整一下呼吸，慢慢倾倒。慢慢回来，有助于打造不易胖的体质。我太快了。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很难边做边实况啊。太好了，来来，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。OK， 好，行
成选择技能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随机了吧。剩下后随机，海派大腿，这攻击力最高的。刚刚我觉得我做这个动作好没有用力感。哟，还有十次。哟，左，哟，左，还有五次。哟，左，哟，很好呢。但还好，就是有点喘而已，但不会很累。啊，太好了，又是这个，比较轻松的。因为做这个动作很难讲话，所以我就不讲话，就直接快转。不，他快死了。还好在打他之前先学到了那个抬抬大腿甩手，也是比较轻松的。可能打的时候可以，去死！哎，呼，耶！才这一点钱，174，呼，又升级了。呼，要累积深蹲之力了吗？还不错，只花了7分多钟。来测量一下吧。没想到失去力量后竟然还能如此善战，哇，好饶舌！我遵守约定把这个什么黄色的发光的力量还给你吧，但我所拥有只是其中一个而已，其他我全都扔掉，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吧。拿去哪里了？这种坏人都会遵守约定，超棒的。正直的坏人，战斗颜色的能力，这是什么？还有分属性就是了。我受控了。三小，战斗颜色的能力，战斗中可以使用的新能力，使用与哦，跟敌人相同颜色的近身剑进行攻击，就能造成高损伤，反正跟属性是差不多的。想拿回来是战斗颜色的能力，只要拥有这个能力，就能在战斗中无往不利。这么好的能力，为什么刚刚那个龙没有对我使用？哇，下一关了，继续吧，我还有力。哎呀，
万事物与发光的球。哇，天哪，关卡变多了，逃到这里了。天哪，上面还有好多奇怪的东西哦，那什么宝箱旁边左右那两个，终于来到有城镇的地方。多拉宫的存在会吸引魔兽，也许情况已经不太妙了。终于有城镇了，走吧，我们今天至少要进到城镇了。如果就这样空手而归的话，他会生气吗？应该会吧。没想到魔兽会突然出现，以前明明没发生过这种事，连果汁的材料都被抢走，我该怎么跟哈尼解释啊？那个人刚才被魔兽袭击了吧？没错，我记得这里有个宝箱，宝箱有时候会装着出土文物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也许还能带回去送他当礼物了。他还说什么自己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光球从天而降的，要是能找到类似那个光球的东西就好了。意思就是说那个宝箱里面有他的另外四个能力其中之一吧。出发。他现在外面还会显示说推荐什么属性。走吧走吧。两只，两只大只的，已经取回战斗颜色的能力。使用和敌人相同颜色的技能攻击的话，就能造成更多伤害。好好记得哟。好。OK。使技能攻击吧。哦，黄色是腹肌，然后红色是手臂的意思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像是这样，感觉有点像想要用随机啊。我看这个甩手跟向下推压应该就一起死了，而且甩手今天已经做两次了，用随机好了。如果他在甩手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椅子，好了。逢这个动作我就是快转，习惯就好。慢慢。动作收。完美。推压。好好的持续推压吧。哇，还有，哇哇，直接扣掉一格血。好，动吧。就用随机还有一招那个属性没有克到的。我觉得深蹲次数有点太多，要蹲30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学到新技能，我一定要把神灯给用掉。做真的累，然后打他还不痛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会死掉。向下推压。好。好。
那红色应该会死吧？稍微前倾的姿势推住威克吗？很棒的，完美。多两个兵。好。不行啊！最后一次，做得太好了！边吐气边以步步之力。抬抬大腿。现在你才给我出这一招，来吧！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哟，走。太好了。抬三下他就死了。喝点水吧。刚深蹲完，然后再抬大腿，才发现腿好酸。啊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。啊，要调整呼吸才行。啊，还要继续跑。耶！小安，等一下，不要约我怪。对哦，这个也要用一下。就这样教我持续往腹部推压吧。太久了吧。很好。哇，还要啊。还好这块石头比较少。太好了，是宝箱。宝箱，交给我打开吧。要用深蹲打开，不是吧？不要再蹲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来开宝箱的方法。拿到蔬菜汁。你用果汁吧。哈哈，菠菜果汁，星星点老师喝喝看吧。看等一下有没有怪，有的话我就先磕一下。欸，上面也有路，但上面好像也有路吧？我走下面看看。下面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想吸入什么的时候，就将我拉开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一定要喝果汁啊。应该可以吧。哦，还有四只，有两只是小的。叫我战斗中使用，可我已经先推了。敌人的颜色，选择技能吧。这不管，先向下推呀，红色比较多。你这么做的话，真的会累死。想象用腋下夹着东西，很好，就是那样，很棒啊！不是他推啊，真的是很好啊，好厉害！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蛮累的一个动作，好，就是明显感觉到肌肉会酸的一个动作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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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记得
闪耀着，不要耸肩。很好。OK。不然你都是用脖子、肩膀在处理的话 ，OK， 胸会练不到。好。哇，好嘞。OK， 太棒了。这样子，两只小的好像。超棒的，有办法一次杀死。很好，很棒的，好厉害，很好，快没力了，好哎，很棒，好，加快节奏了 ，OK， 就是那样，很好啊，还有十次。很棒的，还有还有，很好，很棒啊！死两只小的，害我松了一口气。就是这样，很好。啊，对哦，红色没有打到，因为这一招只能打三只。好，还有三次，很好，加油，最后一次，好哎，真是完美。挥入时腿部微弯。你们打的动作好慢，选择技能攻击吧，我要用甩手打黄的，先把红的给杀了。左，还有一半。这你在甩的时候要。左，还有二十次，要让你的腹肌出力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就不要让身体整个还有十次往后甩过头，然后用肚子左让它停下来刹车，左，左，右，这样才可以练得到腹肌。好好的持续推压吧。还早哦，请选择技能。黄色深蹲是打黄色，可是我不想做深蹲了，有没有别的？来简单一点的好不好？一个。椅子姿势。啊。让我喘个气一下。今天没有怪了吧？发光了，巅峰！啊，哎呀，要升级了！拜托，再给我一个轻松一点的新招式。没有，好吧，继续前进。哎，终点了，终点了！啊，真开心！流了汗，好舒服啊！啊，累积深蹲之力了。伸直，卡卡瑞，累死，测量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城镇看一下城镇可以干嘛，然后今天就结束吧。啊，我已经快不行了，这游戏好像我只要过两个关卡我就。喘到一个不行，专心致志甩手，甩手好用啊！爷啊！勤跑之人必有所获，没想到宝箱里面装的竟然是菠菜果汁，真走运！没想到宝箱是空的。先去城镇一下。哦，材料被魔兽抢走，也没有礼物可送，真不想回万事屋啊！原来他的材料是在那时候被魔兽夺走的，有点令人担心。我们也到万事屋去看一下吧。
什么？关于服装的秘密。哦，有带果汁吗？我要服装的秘密。哈尼姐做出来的服装看起来好有个性哦，穿上就会涌出源源不绝的力量，哎，这么厉害。那我就来去看一下。哎呦，老婆长得好可爱啊！我们是你的健康生活好帮手，想要买果汁或服装的话，来本店就对了。我目前只有服装能供您选购。啊，没关系，是被抢走了吧？我本来还在想他怎么会那么晚才回来，结果好像是因为重要的果汁材料被魔兽给抢走了。哎呀，真可怜啊！啊，不愧是 Honey， 这么晚就能做果汁了吧？你别哭哭啼啼的，准备开店吧。其实果汁机也坏了，之后再慢慢跟你说吧。啊，来买个衣服吧。啊，就换个吊嘎而已啊。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下半身。哦，哦，这个灰色的我喜欢，可要多少钱？240块哦。买吧，立刻换装。艾克有什么能力啊？有加攻击力、防御力。原来如此。鞋子，哎，黑色的好看，我喜欢这一双，80块，便宜便宜，立刻换。这边是果汁吧？换裤子之后，上半身换起来也没比较好看。哎，可是攻击力加好多哦。好，为了攻击力，我们还是忍耐一下吧。OK， 应该可以出去了。卖出可以把换下来的东西卖出去吗？哎，不能卖，好吧，我出去吧。哪里会有新的果汁机啊？万有工厂，哇，备用的放在工厂。应该是上面那两个其中一个吧。哎，好像是旁边的哦，右边那一个。买不到果汁也会让我们很难放心，不然我们就帮个忙吧。工厂就在这里，所以要先过完这边才可以到上面去。OK， 工厂部分就留到下一次了，因为我累了。那就这样子啦，也感谢大家看我运动，拜拜。